终于到决战的时刻了。仔细回想，虽是为天下苍生而战，这一路走来也牺牲了无数的生命。不过，这都是为了此刻的决战。各位英勇捐躯的弟兄们，请保佑我军获得最后的胜利。为了夺回荆州，刘备带领大军来到夷陵，大破前来迎战的陆逊，终于完成报仇的心愿，吴国也因此灭亡。从此，蜀国的势力就从荆州扩展到江东。如今吴国已经灭亡，蜀国打着复兴汉朝的旗帜，全军出动讨伐魏国，而魏国也为了除去心头大患，命令司马懿带军向西前进。建兴十二年，率领大军的诸葛亮来到关中，在五丈原布阵以待。最后的决战即将来临，魏国、汉蜀国以及这两名旷世奇才，就要在此一决雌雄了。现在就是我们和魏国一决雌雄的时刻，各部队引开敌军，向大本营进攻。看来敌军已经汇合了。
在此，请全力以赴。
已经攻来了。比吃饭还简单呢。这种力量。
你怕了吗，司马懿？不想战的话，速来投降！哼，吾何许人也？怎会受此激将之法？这是什么？我活了这么大岁数，还是第一次看到。
我们也别落后了。升下去，援军就快来了。再这样下去不行。击败敌将。我们也别输给其他人了。
思路不通。Yeah!
竟然比传说中还厉害。阁下玩玩也好。Mm-hmm.